询问好吧？哎，侬哪能介烦了啦？我辣辣动脑筋，往说过来是说过来。哎，阿拉小区里向开三四会，中秋节到了，大家侪辣动脑筋呀。我思路刚刚出来，把侬侪打乱脱了。耶，姬娘，姬娘，你又做啥了侬啊？啊，姬娘，哈，中秋节到了呀。我特为得那送月饼来了，搿每句啊，真的对老人结果尊重啊，对老人结果孝顺啊，一片孝心。辰光非得尊敬老人，而且尊敬小人。孝敬小人啊！哎呀，每句啊，侬做啥？侬来推销月饼啊？姑娘啊，搿侬猜了一眼勿错。哪能啦？我是来推销月饼呀。哎，每句啊，哎，此地用勿着推销月饼哦。哦哟，姑娘，侬勿要介警惕好伐？我又勿会得推销月饼，推销拨自家人个咯。这个才是免费的月饼，把拿来尝尝味道的呀。噶许多月饼哪能吃得脱呢？哎呀，每句是一片好心，一片孝心。不要担心哦。我顶多请自家人帮帮忙，卖脱两啊。卖脱两的推销不是一样的啦？不一样啊。哎，每句啊，中秋节呢是中国人的传统。再讲呢，月饼是每家人家才需要的。对的呀。搿就是看月饼的质量。得这个钞票、哦。姐啊，侬讲得一眼不错哦。现在月饼生意不要太难做哦，搿生产月饼的厂家比外头摆大饼摊还要多，搿哪能吃得消？侬讲讲看。姐啊，我也就没办法呀，我辣辣推销月饼，一个多号头下来，一只月饼也没推销出去，那么只好自家天天吃月饼呀。天天吃月饼不要吃咸的啊。没办法呀，阿拉推销月饼有的指标哦。假使侬月饼推销不出去，就没钞票。所以我做好拿样品的月饼啊，天天自家当饭吃。早饭嘛吃豆沙月饼，中饭嘛吃八个月饼，夜饭嘛吃椒盐月饼，夜宵嘛吃冬瓜月饼。看吃得像只冬瓜一样的。哦哟，美娟真作孽，老头子，侬帮帮忙，帮伊买脱点呀。好好好，好不啦？美娟，我跟侬买脱点，买脱点，买脱点。是吧？嗯。姐，那老好了。哎，王爸爸！哎，做啥？哎呦，我是要寻侬呀！我想问侬，这个中秋三四晚浪向月饼有得吃伐？哎呀，侬搿吃话多光头个！三四晚浪，侬勿总归有月饼吃个嘛？我不问侬，我讲话侬总归要插进来，算啥名堂？侬问话，侬是勿上个龙门嘛？你提到侬啥体呢？我勿讲话，我是啥名堂呢？好了，暂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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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看那两家头。大概侪属鸡的不？你是属鸡的，是吧？是的呀，是这样子的。女人属鸡嘛，总归是属鸡了。我们把养活的辰光，三月里向菜花黄的辰光，所以隔壁邻居侪叫我三旺鸡呀。你倒赞个，怎么侬也属鸡了？老公鸡，老。我生出来辰光皮肤雪白雪白，哦，老赞的啦，人家才叫我白斩鸡。我看啦，那两家头是一对草鸡，侬看要碰着就要吵的嘛。想得出的。我听他讲哦，你此地呢是文明小区啊，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影响。哎呀，领导同志啊，侬讲这个闲话不客气了。上纲上线，我一踏过这门子一上，月饼有不有吃是吧？哪能叫文明不文明不搭嘎的嘛？那刚刚老师傅讲了蛮对的，中秋节开会肯定有月饼的、啊。那么现在为了买月饼的事体呢，我真是伤透脑筋啊！这个有啥伤脑筋嘛？月饼嘛，外头多的是，娇娇怪怪嘞。哎呀，侬懂点啥啦？市面上像月饼多嘞，娇娇怪。价格问题交交关，叫质量问题交交关，卫生问题交交关，是销售问题交交关。买些月饼自家会要补补关，补补关，补补关，交关交关交交关，补补关嘛，补补关嘛，交关交关交交关。喂喂喂喂，那吃饱了的不？哎，我听他讲，哎，我买月饼呢有一个原则。哦，来来来来，王师傅，侬讲侬讲，阿拉两个人听侬讲。哦。我那个女子呢，就是要隔离分明，对对对对，丁咬金要卫生。但是我吃出毛病来，那么讨厌死的。王伯伯，王伯伯，哎，我来老娘舅，老娘舅，请问啥事体啊？我问侬啊，哎，小区三四晚上月饼准备好了吧？到现在不能买好呀。放心好嘞，领导同志了，来了发动基本群众了，商量了呀。我们商量下来哪能了？商，哎，老娘舅啊，大概侬有路啊？我路没个。哎，不过我好跟他推荐一条路。哎呦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！哎呀，侬为小区三四万啊，帮乡帮买月饼是桩好事体。不过听侬讲，月饼啦，吃来吃去呢，就是百年老店杏花楼的最好吃的。杏花楼生意特好，搿月饼弄勿上个我。弄根本
那么老娘舅啊，侬看啥人家好？哎，不是，大新不要个，大新不，我总归跟他介绍一家人家，生意那具体谈，具体的我不得讲了。那么啥人家呢？啥人家？那么也好吧，那么一个辰光，哎，到这个推销商碰碰头。哦。地点么来了？啥地方？温馨咖啡吧。好，我去联系一下哇。那么我等侬消息。我去联系一下。好。来，那么来，王伯伯来，坐坐坐。哎，那么来的。我晓得侬来总归有事体的。哎，不是检查卫生。啊，就是测试违章建筑，总归叫我负他两点了。侬眼眼都猜不着。嗯，今朝我是来联营公示的。啥公示啊？我想请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啊，为你小区做点贡献。耶，侬来寻啥物事？不，我来寻这个先富起来的人啊。寻的啥了？就是侬呀。走，嗯，我现在算先富起来的人啊。啥侬自家会不觉着个？我应该没觉着，我晓得个，我又要付他两点了。那眼眼都不对个，今朝不要侬付同点个，就要讲侬那个咖啡吧，坐一些，小时一张是吧？多点坐。啊，当然我听侬讲。哎，要老娘舅，哎，哪能会得来？要老李子，富贵嫂，来，坐。今朝啥个风把那吹过来啊？西门人，侪是老头老太到了，还发来开大会啊？哎呀，阿达，我刚刚跟侬讲过了的呀，家弄这个地方嘛，坐一些，顺便嘛研究一下中秋节吃月饼的事体。吃月饼没啥研究的了，只不过张开来，月饼烧下去就可以了，搿研究啥物事了？当然要研究的了。要研究嘛，啥人家的月饼来得好？哎，阿拉来自居民小组长的顾问。是哎，还是买啥人家月饼啊？哎，这个你晓不晓得？你觉得个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这是啥意思？阿明，来，牌子拿起来，给咱看看。牌子，看见吧？哦，哎呦，八年老的名牌月饼，良率销售，质量保证。哎，啥？弄这杯咖啡吧，有一百年的。开总归想开一百年，总不记得开一百天了。那么你要想清爽的呀，准备开一百年的老店。啥的？我想上去啥的啊？不是王伯伯，这个是我带人家代销的。哦，代销。最主要，侬要买多少月饼？买多少么是定能的啦。如果要买的时候呢，这个数量是蛮大的。我晓得的，王伯伯讲闲话一直是正正足足的。我跟侬讲，王伯伯，买了越多越好。侬只要买了多，这个我心里会有数的。不过事体是这样的了，那么老娘舅呢摆在侬前头，如果要买的时候呢，我还要先买老娘舅的。侬也来推销月饼啊？我陆家这里。哎，侬啥人了？我也不认得啦，美军呀。侬是美军啊？疯脱了！哦哟，我当时跳飞跳进来只国盲了。来，美军清楚清楚，美军啊，今朝是啥个风弄出来的？谈生意啊？我晓得的，美军的生意做了大了，吓死人啊！等我谈啥个生意啊？谈月饼啊？侬也来推销月饼啊？我现在是上海金中花食品公司的代理。对，哈哈哈哈！我吓嘞啊！月饼里向还有金中花的，弄不懂。你怎么说是水中月呢？讲得好，是有水中月的。我正好要向各位宣布一下，我本人。就是上海四中月食品公司的总代理。哎，对个，欢迎，仪式到此结束。你那两个头还是来唱独角戏啊？哎，康家的小心我啊！哎，王伯伯，啊，侬还是来推销月饼啊？王伯伯，我正好要寻侬，侬已经来此地了，蛮好。等等，我是想寻侬这个社区的小组长啊。哎，妹妹叫，侬不能叫伊小组长的呀。哎，伊是首长哎！哦，首长哎！小组长也是首长啊！是呀。富贵嫂，侬迭个马屁拍得太不转弯了吧？哈！侬迭个是瞎拍，来拍，硬拍，我拍。哎 ，Please stop. Yes, sir. My dear, come here. 我晓得，你看两块在那放牛背皮啊！好了，习惯了呀。好。王伯伯。哎，对。侬尽量跟我讲中国闲话，因为外国闲话基础我蛮差的啦。我晓得了，爸爸，我是想为社区的居民啦，做点好事体。那么中秋节要到了呀，我想请各位品尝品尝四中有个月饼，怎么样？侬也来推销月饼啊？不来塞哦，我先来谈的，应该让我谈好侬再谈，随便啥个事体
就是上 WC 嘛，还有个先来后到的呀。哎，搿么人家接了，哎呦呦呦呦，搿么人家接了么，让人家先进去呀。我这个真的弄不懂啊。那吃药品吃到厕所间去了啊。Sorry， 美娟啊，做生意固然讲究先来后到，但是也勿排斥后来居上。顶顶重要的做生意嘛，就是讲究透明度。各位，透明度那也晓得伐？透明度我晓得了。透明度，透明度。我晓得个，哎，啥叫透明度了？哎，侬讲，透明度好像一只玻璃杯，对个。通过这个玻璃杯看出去真的么子放大了，这个叫透明度。哎，好了，我求求侬好吧，富贵嫂，不东招东弄对个。好的，来，坐下来。好的。现在呢，一共有三家人家参与竞争，那这个三家人家呢，拿自家的竞争条件向大家谈一谈，好吧？这个啊，这个么侬先来，啊，我啊。哎，哪能我先来啊？那个当女的多少狠了，这个么子么女士优先，对吧？哎，像这种事体还要女士优先啊？那个当然了。那么好，那么美娟、吴秋月，那两位啥人先来？哎，这个用不着搞这个嘛，肯定是阿拉老婆先。娘把美娟先来。我先来谈谈。上去的。阿拉金钟红的月饼呢？采取的是油浆销售。老一套嘛，啥叫油浆销售啊？哪能油浆啊？就是每一个月饼里向，侪有一双这样穿的。哦，特等奖，澳洲商人豪华有，一等奖，海南岛八十有。要是得不着奖哪能办？得不着奖哪能办？总会得不到奖的呀，侪有这样的呀。侬只要买五个月饼，就可以得到大成奖。啥个叫大成奖？啥个叫大成奖？啥个叫大成奖？大上五个月饼，送一盒给侬，搿能介便是六盒。六买随便哪里一只品种的月饼两盒，就奉送侬同样的月饼一。哎呀，等等你看，买侬比买伊合算哦，这个对了。哎呀，不是买月饼，不是买零食。哎呀，不要月饼，咱仔细想想看，买伊拉的月饼买五盒，最好达到六盒。是呀。买阿拉的月饼，只要买四盒就能达到六盒，当然买阿拉老婆的合算了。哎，合算合算。那么我真的买那老婆，哎，能干啥么子？买那老婆厂里生产的月饼啊！哎，好，对对对。那么阿拉顾问一致同意了。好，别讲，阿德哥还没讲过闲话嘞。哎，干嘛？阿德，侬讲。侬讲两句，讲两句。我讲，哎，我讲啥么子？侬还要讲？我有啥闲话好讲？人家讲了多少好啊？哎，啊，一次一唱，一搭一档，啊，有个名称也好听，叫金钟花是吧？我也叫四中月，是吧？哎，对，好听。不过我这月饼那我没听了，个名字好好叫比那好听。哦，啥名字？叫后中仙。啊，后中仙，仙落了河里向，不是养的啊？包不牢的。那个黑菜搭白，谁本吃牛嘛？我吃牛，侬金钟花，侬碰得是不啦？侬四中月，侬捞得是不啦？我后中仙。那要么不吃，吃一口，当耳光不肯放。哦，你想火中心外头是火，里向是啥？嗯，阿热耐冷，刚柔并济，阴阳调和，心与地，不离多消，多消多得，少消少得，不消不得。伊是阿命，我是阿德。你瞎讲，吃得不得？我跟侬讲，我别瞎讲嘛，啥你吃得不得？我来，我吃得不得，我也没吃得光嘛。大家不要吵，鬼嫂子，我想过了。我买美娟的月饼，啥道理？哎呀，我要补一记是吧？眼眼都要帮我补上。我到澳洲去，我可以豪华游，所以决定买金钟花。我呢，他弄两样的。我这个人实实惠惠，哪能当格算的啦？我决定买这个小媳妇的孙中月。哎，买了。来，老娘舅啊，我是为了小区里向三四位准备的月饼。刚刚伊拉听你讲，我被伊拉讲了头昏脑胀呀！伊拉搿种销售方法，我总感觉到心里想不够踏实。哎，让我回去再考虑考虑，再考虑考虑再讲呢。哎呦，哎，买月饼嘞，月饼甜甜嘞，买一送两嘞。
侬哪能老摆摊头啦？哎，没办法，吃不脱，一家头吃不得，哪办法啦？侬这个人贪便宜哎，买两送一，弄自家阿些都月饼哎。哎，阿拉儿子不来了，出国嘞，昨天嘛大概一人吃半嘛。原来只晓得这个事体，侬老摆摊头哪能搞上啊？嘘，不要被你晓得。等到伊转来，我就买光了。就买光了。侬这个。每句买个月饼哪能？哎呀，不要去讲伊了。讲得了不啦？啥个叫金钟花落，侪是假的。我买自家许多月饼，侬看，一张也没个。澳洲八年有了，我澳门通哎。我心痛了。心痛了。啥个味子？哎，月饼便宜嘞。阿德哥，那又来下广告了？我还是没办法，逼上两三晓得吧？啥人逼侬了？啥人逼？一个啥个金钟花，一个四中药，弄得了一个么啥个油浆销售，一个么买两送一，阿拉个月饼生意侪被伊拉割脱了。哦，对对，阿德哥，我刚进去看过了，搿个月饼如果再勿解决，要坏光了。我跟侬讲，侬急啥物事？急啥物事啦？那介急啦？我勿是来动脑筋嘛？我跟侬讲，天无绝人之路，看见伐？脑筋动了好伐？快！哎呀，这月饼到我了。啊，买月饼啊，送金戒指，正镶五十盒。必有九神经戒指一只，不是啊，这个吹牛啊，我不要吃牛光哦。侬哪能现在弄得来胆子介小了？不是呀，现在做生意哪能好不吹牛呢？啥个油浆销售，侪是大型啊！啊，还要啥个澳洲豪华油？妈妈月饼好到澳洲去白相啦，要买得多少月饼啊？对，侬讲的对，但是侬晓得吧？人家伊买了月饼，买得几次吃出来，没金戒指，人家投诉阿拉来吃官司了。人家投诉阿拉了，就得人家讲侬没吃着，有别的人吃着了。我跟侬讲，这桩事体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有数了吧？哎，有道理。好了，拜拜了，快点了，广告把帖子抢。所以说，贴到说我心目这个地方啊。放心，侬放心。哎，买月饼送金戒指，哼！老板，哟，大老板，侬哪能叫我老板？侬是真正的大老板，侬哪能会得到了小店里来的？我来买月饼啊！啊，侬到了店里来买我这个月饼啊？这个传出去不要变新闻啊！奶奶，伊大老板来买我的月饼了。这个啥闲话的？哦，老板不吃月饼啊？啊，那么侬买多少？侬看呢？我看嘛，侬买一只尝尝味道嘛，不得了了。一只不够的。呀，我买一箱。一箱。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马上送到侬屋里来，货到付款。OK， 想贪我便宜了？大哥，你要趁机了！侬那噶紧张，才能出啥事体了？一个人一要买一箱，买一箱嘛蛮好呀，一箱有得五十了。哎，五十有得吃下来没金戒指，你哪办法？这个得啥讲了？哎，五十月饼得四百只了，哎，一家头吃下去不要。这个我都那个毛病也吃出来了。对不对？就说个呢，那么伊自家不吃，伊拿五十个全部送别人家去，人家吃过来没？哪能办法？这个更加好，伊去送别人家，伊送，通通送他。伊总不记得一家家去问了，哎，哪啥人吃到金戒指哇？这个比啥神？好，哎，大家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啊！这个小区的各位居民们，各位领导。在了小区这个中秋赛事会开始之前啊，我向大家宣布一桩事体。那现在台上看到的所有的水果啊、饮料啊、还有月饼啊，侪有我们小区里向的大老板先生赞助了的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大家表示感谢。哎，这个接下来啊，你请大老板先生为大家讲几句闲话。哎，好，欢迎。啊，这个各位，今朝能够参加小区里向的赛事会啦，我真的交关开心。那么既然赛事会嘛，我也欣赏一首诗，好吧？好。我是小区一居民，这个大家侪晓得。因为小区操点心，哦，月饼水果小意思，略表本人一片情。哎，好，你好。那这个
哎呀，总在参与呀！蛮好，蛮好，蛮好，蛮好。吃不灵，不过今朝台浪向的月饼倒蛮好的哦，月饼可以的。哪个哦，各位哦，今朝月饼里向有金夹子的啊？有金夹子的？啊，每只月饼里有的。哎，不，我承诺声明，金夹子只有一只。今朝啥人吃了这只金夹子？搿只金夹子就怪啥人？对，侬是侬吃的，还没开始吃呀？吃嘛？没开始。侬家吃后啥体？不是，我想得侬吃只金夹子出来。对个，吃不吃了心里想呀，面孔上想放松点，都有油。放松点油，都有油，慢慢地来，不要急躁。都有油，都有油，一只嘛，一年一只嘛，对不啦？我对不啦？不要急的嘛，哎。哎，吃月饼哪能低分量的？你讲我俩从我们就有金子了。假使搿只金戒指来了，阿拉迭个一早浪呢？哎，哎，总归归侬，不归侬了。哎，侬客气了，归侬老来事。哎，归侬，归侬，归侬。好哎，总归阿拉迭个一桌。客气呢，戒指还没吃着呢。这个才是假客气。哎，我金戒指没吃着了，迭个私信都来了。啊！来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这个我来做首诗，这首诗呢叫自由诗啊。好，做得好嘛，大家捧捧场。哎，做得不好嘛，大家拍拍手好了。好。啊！我为小曲扎贡献，人老没得大力气，假如吃出金夹子。送给了小区马桶地。阿拉老夫妻也来试试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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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好，谢谢谢谢啊！谢谢啊！一轮明月像月饼，千秋万代吃不尽。月饼心思浓浓的情，幸福生活比金钱。文明小区靠大家。我们今不会要团结军啊！爱心礼节义母他，幸福生活为你行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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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各位上海的父老乡亲，今朝是团团圆圆的日子，我村子是特为从哪家过得来的？要不是近几年上海人民对你家乡建设的支持，我你家乡也非得发展得十分快哦，十分好。我跟现代啊，也不能给了上海做十分的生意。那么最近呢，我你又来了哪家办置一家食品厂？哦，我晓得了，来推销月饼啊！哎呦，生意嘛，大家做做呀！现在大家做做呀，做不起这全世界的生意，让侬一家都包脱了。为了感谢每一天县区居民对你的关心支持，我今朝特为带得了你家乡的团圆月饼，那送给大家尝尝起来。哦，哎，里面里向还有金夹子呀！哎呦，这个里向虽然没把金戒指，但是你包含了你对山区居民的一片真心。好，哎，我呢向小爱老村子啊送给我呢团圆月饼表示感谢。赛事会结束，到我搿搭来领，每家人家两盒子。好，大家认一认，现在月饼呢，大家吃了差不多了。我想问问大家，哪里位幸运仔吃着金戒指的？妈，大家没吃的？你搿么金戒指哪里去的呢？弄不懂。哦，那不要紧。我这里还有最后一盒月饼啊，搿么肯定在金戒指了这个里向的。现在我建议，这盒月饼呢，阿拉请杜老官先生来打开来，好吧？我爸爸弄来，没办法，弄来弄来。哎，啊，哥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不过刚刚村子的闲话啊，我倒真的是交关受感动了。那么，不过第二月饼里向这只金戒指呢，我建议好吧？嗯，还是让阿德哥来为大家开，好吧？来
我来了，来来来，侬开开开，来来来开，哎，没。等会这个里向的这金戒指，但侬手上的这金戒指比起来，还是大还是小啊？这个差不多啊。哇，这个差不多，这个。耶！这阿妹一只嘞，这阿妹一只了，肯定那个这里向了，肯定侬看啊！哎，哪能富贵少不看的啦？哎呀，侬哪能不看？家奴这家奴少不看的？看的，我来搿搭缝缝里看哎。阿妹一只了啊，看好啊，那个里向吧。当心，开开开，来，我真的辣里向啊！哎呦！哎呀，真爱这架子的啊，真爱这金架子的啊！哎呀，老师对吧？我不能讲有这金架子，这金架子摆了海个，哪能会得不了海了？那什么都能搞起，是不？差不多，一道买个呀，差不多。那么侬收了这金架子，拿出来给大家再比较比较看。不要比了，侪一样呀，差不多。不要比了，拿出来，大家讲，叫伊拿出来比较比较看，好吧？哎呀，那。呀，侬刚刚收了一只戒指呢？收了一只戒指嘛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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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窗对着窗，门对着门，灶前孙李有缘成邻居。春夏与秋冬，我年年在交替。这里天天讲述人生的故事。天若有情，人若有义，缘亲今年同在这天地。真假与善恶，哦，天天在交织。这里上演一出出生活的好戏。